分享一下，就是从代言到现在呢，那你穿这一些呢，我们一系列的口红节这个塑身衣的一个感想和历程吗？其实我刚刚在后面在等的时候，是在看这个广告，这个广告大概是我去年九月的时候，去年九月，那个时候我才刚穿摩羯下山不到三个月的时间，是，然后到现在已经穿了超过半年的时间，大约半年了，所以我真的能想说好像没有长大。真的有长到吗？真的吗？原来你让调整型内衣来雕塑你的身形，是应该要放对位置，肉都放到你想让它放的位置。哦，没错没错，真的觉得一不小心穿着内衣也可以让胸部变得更丰满，然后更不用说就是会有那个调整型的那个胸部，是可以就是让我随时觉得说腹部有一点点的压力，所以我吃东西都要注意，然后平常的身形可能要更挺胸，不要随便的去驼背。结果我今天这样子慢慢的调整下来，是腰酸背痛的前期也比较减缓，然后身形也变得很好，然后还有。